继续挖。二，两颗，两颗。好哦，赞哦。甘蔗吗？去看一下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是是是是是。哇塞，那斧头可以附锋利了。对啊。还真的，这个时候还有甘蔗啊？真的哎、欸啊，真的是。应该是没有人发现。哦，大家都太怕被发现。够、哦。三个吗？六根。六根。哎、欸，无惩罚、啊，他们在挖矿。他们还在地底。对，他买来挖矿，48分了，嗯哼，等一下要准备下去了。你是不是挖？怎么听到安德瞬移啊？吓死人了！呜、哦，安德，你不要顺到我旁边，然后吓到我好不好？哦，你要不要坐船？我不要坐船了。安德在哪里？哦，很爱乱瞬移耶！啊，坐船了，坐船了。待会哦，我在打安德，不然一直在那边瞬移，我很怕，我不小心看到他就跑来打我。我刚刚这边又吸到两个、三，哎，三个苹果。哇塞！9点可以中场休息，我可以先买一下吗？笑死！真的是哦，看有没有？平常观众是很爱送，有没有？我的，好，我要走了，我要走了，我又有一颗！哇塞！好，回去了，回去了，回去了，走走走。赶快，赶快，赶快，走走走！地表在地底在哪里？这里吗？好好好好。泥土。这是什么？今天的运真的无法挡哎、欸哦！真的哎、欸，好可怕啊！这是不是在暗示我等下还右走？感觉不是这里哎、欸。哈？我们走错路了吗？不会直直走，应该有旁边一条小路。哦。哦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这里吧。哦哦，反正那边、欸、不是哎、欸。这里啦，这里啦。哦哦哦。这里吗？是这里吗？对啊，对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哦，好。好了，找黄金六，又长出来了，又五颗，哇、啊！要不要先做书写？好啊，好啊。黄金哦，这个可能真的要你们去找一下哦、嗯我要。因为你已经要那个爆掉了。我也700了、欸，哇！你也700了、哦，刚挖这一片就很大了。我500，感谢超级留言，不不，感谢小起点。公开是不是？500多了，等一下要该稍微控制一下。控制。做一下。有风力吗？有风力吗？嗯，我还没有，我没有看呢、欸，你们看一下。鱼叉，鱼叉，来来来，你给你看，给你看，鱼叉都有了，要留一个起来种。我的是保护，两个都是保护。黄金，黄金，黄金，注意哦。我回去烧六个。我刚刚听到我们楼上叫的、欸，有哎、欸，我有风力一哎。那复一下，复一下。我刚刚听到楼上叫的很嗨，不知道为什么。风力团要附在斧头上吗？啊！哎呀，楼上叫得很嗨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哎呀，哇，清水性效率跟效率，我的这样我等一下要重到，我就拿斧头打架就好了。做武器，对 啊, 啊，用斧头打就好啦，做剑法很烂哎、欸啊，我们那天就这样子玩啊。嗯哎呀，欸、可是如果他的那个 CD 很快，你还是有办法抓到他嘛 ？CD 一好就打，还是剑比较痛啦。可是就很难、嗯、很难，因为太快了，很难抓。
没有弓有进吗？弓没进，可是这跑那么快，弓箭太难瞄了啦，太难瞄了啦，根本没必要，直接冲过去砍比较快。我附魔术可以弄到一个，看看有没有弄什么？弄什么？啊，强力仪，我的附魔术可以附到强。哦，应该不用用到弓啊。我觉得也瞄不准啊，大家都跑那么快，瞄不准啊。对，对啊。好，我身上又有铁了，你们可以叠装。他又受到鱼骨城吧？他们一定是一直狂挖啊，拼钻石。嗯，所以我们要拼吗？绿宝石，绿宝石。我觉得我们可以拼黄金。黄金吗？对啊。可是我现在不敢轻举妄动，不然就是……哦、没有啊，你就不要动好了，不然还可以。哎、欸，他鱼骨是每100就一次惩罚吗？嗯，就700、800之后每100。嗯，对、啊。不然就是你只要做10稿挖，那鱼骨惩罚不是就是那个吗？铁斧稿子，稿子没收，这样子。啊，就先把稿子出来，然后我。也是可以啊，哦，又有黄金，它会扣血，应该不会，不会，但是好像会发光就是了啦，会发光、啊，发光，对，那先不要好了，不要害你们，我可以挖到799，799然后就停吗？对，就看我能不能在最后50格再找到钻石，嗯，对啊，越来越多鸡啊，这里鸡有够多的。已经生超多鸡了，小鸡。挖这个，嗯，这有三个铁锭，繁星看要不要叠。叠什么好嘞？都叠都叠。772。嗯，咬你几个金苹果啊？来两个，来第三个，谢谢。多、哦，4567，差一颗，再去挖。哇，我也迈向700嘞！大家都挖太少。对啊。金苹果不先吃吗？还行啦，看你，我觉得可以先留着。786，784。792，哎，先停一下好。嗯。793。哦、欸，可是他们的鱼骨都鱼骨到爆炸、欸，哎，可恶！不能输，疯狂，不能输、欸！我又带了金回来了，带什么回来？金再烧了，赞哦！薅金王，所以效率打快的，效率不会比较快啊？因为我这边只没有那个哎、欸。还功力的附魔，繁星给你，你四颗金苹果了，那我先吃一个好了。好啊，好多，先去挖爆我自己的扣打。我也觉得我先吃一个好了，反正一定还可以再做，先吃再说。我793了，我就不动了。好，那你就帮忙看一下附近 ID 不是？好，好了。哎、欸，没有繁星要用到自己有鱼骨惩罚。哎、欸，他们刚刚鱼骨惩罚都没有看到光圈，所以代表他们不在我们附近、欸。哎，对啊，还是他们躲很好啊？没有，他那个发光不是都看得到吗？照理说应该看得到啊。我挖掘疲劳二。那我要不要让自己发光一下、啊？
看你啊，趁附近没人啊，不然等一下你要往上爬，你等一下稿子爆掉没得跑，会很麻烦。你刚刚是把你先拿个死稿，你先拿死稿，你做个新的死稿出来，稿木稿就好了吧？对，木稿也可以。好了，这样，然后就去边挖。没有，我等一下。八九九，碰叮。那、啊、我觉得我等一下我也来一下好了。好好好。可是这样每一百又要被，可是因为我现在剩下五十几的扣打我现在剩下四十的扣打，倒不如赶快先用掉。对啊，逃命没得逃，很惨哦。对啊，还是我们干脆就继续给他发光昭告天下，大家说我在这哦。对，我在这里，不爽你就过来嘛。我要做木稿。好好好。这个撰稿效率似的要爆掉嘞，超狂。那个撰稿你们吸一下吧。呵啊，那现在你就等你老板回来再。嗯。耶、yeah! 哇，都是我们的，真爽，真爽，亮亮，差一颗，差一颗什么？差一颗黄金又可以来做一颗，你说差一颗什么？黄金，哦。然后你们全部都保护二了、哦，哎，对，我还没。好，啊，繁星熔炉里有铁，你可以拿。附魔哈。我附一个保护二的头盔，我就。哎，有哎、欸，有锋利的哎、欸，那我要附在我附。好啊，好啊。嗯，够了。下。刀石头。下哦、啊。他们、哦，他们也是挖好鱼骨好鱼骨满哎，那我不能输他，啊、真的假的啊？我也要来啊！好，我觉得峡谷我想要等清怪再去，可以啊，不然太危险。白开还愿了、啊啊，啊！啊！很多人开啊，刚刚那个石定瞬间跳、欸，哎，都是跳一堆人在开，那个金金金的，锋利。等一下，我也要来洗大家屏。都要叮叮叮，走错路了。反星也输人不输阵，再来，那就再来。再来啊！哎呦，我好远哦。嗯。我很怕会不会其他们虎视眈眈。不可能。这里这种的我就不去了。我先买下去。啊，其实还在打这个哦。什么东西？我讲还愿买下去啊！我说啊，就还在玩这个、啊。还没哦，我们在等这个打完哦。哎，我僵尸车怪砖跑哪去了啦？这里，看最后几个能不能在外要赚钱。对啊。啊！哇！撰稿被我挖爆了，月骑士竟然也有这一天。没有啊，那个聊天室可以不用讲谁谁谁在附近啊，我们都已经。